心有一点清明，归咱顺了现世心，转过来咱的清净，无形是通咱的心意，最主啊是咱的心境，拢是安住现世的灵魂，转入到相通的心，一点会当归元灵，这是咱显露清净的心意。无形对着咱现住时，转入到相通咱的灵感。一世人，咱只有对天爱单纯的心，掀开正法这条灵性，出现啊，咱这个心顺无啊，真理是天性，顺家是天灵，啊，无啊来讲，这么啊顺的心，是咱清净一点气，恢复着顺家咱的心理，这点灵魂只有顺家，咱行的只有用清，无形的灵性，看咱清净本性，降落顺家的心意呀，晴天悟出上天灵。转入归元无心，天理出家的灵性，导咱归元清净。一点有无的灵气，我爱行向先天神，无形现开是天界，落灵转家是心在。这是咱清净的天意，使咱个人净掉咧。我有无形这条灵性，教我的心稳定咧。是咱主要通法界，是咱清净这世人啊，灵魂的天意，悟到清界落心。有咱一点正法界，予咱转转来顺自在；一点清净的天意，我爱看见顺利。这是咱道家的灵性，予咱转到清净；一点原始的灵气，是咱回报顺天。真愿是天灵，转咱入境是心情，真愿真理是五天来，顺咱无形转清气，真愿真理是天灵界，转咱普是正神，天灵转正咱愿灵。导咱出家心安，这是咱灵魂的天意，归咱老母做主。晴天有落正法界，现咱清净顺心，真愿天意是灵天性，转咱归来无娘亲。真理道家是灵性，看见咱的心顺明，真愿应来是天意，归咱老母是道心，真愿的灵性，这是咱的天命，顺咱原始的灵气，转入到清净的心。咱有元天一点理，行向先天无量心，转咱出家落净，修咱原来本性，天元归空无量意，
全能归元落天，是咱一条正天线，老母娘娘落天明，真愿的灵气来讲着现世的顺利，用咱转落现世界，将咱清净来传，无形青天是灵气，归咱清家是顺利，有咱灵源灵性，予咱来讲着清净本性。这是元天的天性，心明来讲的清净，对着孙家的心，我有阿母啊，一点你啊，转咱清净的天界，是心如莲自在啊。一世人，咱来转的是现主时的气场。母娘啊，爱咱每一条灵，拢会当伫临场中，你会当接甲上解顺的灵性，这是咱当下的判断。接受啊，咱的性，学成先天啊，这种法界，传咱的清净。最主啊，是元天的心意，要予咱在世间，你就会当正缘啊，出现咱这条灵气，这是神的本性，合伫咱在世间的心，通过来咱的灵缘，是咱这条。清净的气，我要行的是顺母的心，有咱一条正法的灵家，现咱转落来这尼啊静的心，拢是掀开的灵性。今母啊来讲安静，我有照着先天的意思，我走一点。无形界通灵，受到正法这点灵气，今末来讲，净出到这条心，这是咱落界天理，接受到咱顺界心。阿母啊，有这尔啊稳的灵气，我再来讲定法，即阵心明。拢是咱的真性，即阵就是咱即个即个本性。所以咱咧讲的是通咱即马即个天性、合性、元性、心连心的性，嘛当讲质啦，咱即个品质啦，咱的本质的要求，是咱内定的要求啊。外口是行为的要求啊，两方面拢要照安尼做，这是母娘伊上界爱的，每一条灵拢爱尽到够做到够，这才是咱的范本啊。上苍的天性，转咱恢复清净，这是咱落界。的灵气转伫咱遮尼顺的心，有咱主要通天灵，咱再来行现世的情。咱有元天这点理，再来讲顺家阿母啊的心意，是咱恢复正法的灵性，是咱悟出。先天的本性，灵源脑正灵性，予咱来讲是先天性。无形伊的天界，
是咱恢复正理心内啊，拢是出家的天性，合作会咱的天性，有咱无啊一点灵气，咱来行的是顺家，一点清净的天性，我爱道家，请我即马这个心。这是直通，嘛是出家这个时阵，我叫醒我的灵魂，回入到这条清甲神这个本性，这是咱的看法。做主在世，我的修炼是咱这条清澈的天界，对伫我老家这个自在。收回我的灵，真理出现先天性，甲咱乐观本乐定，显露清界是天性，拍开原来是天命。上苍有无这点意，见咱愿灵出心，一点就加现世界。转咱清净顺心，是灵魂的灵性，一点顺家的天性。阿婆啊，来讲稳定的灵魂，是以清净遮尔啊稳。老婆啊，来讲顺着灵性，这是咱直通。母啊的天界，我会当顺着无形这个自在啊，因为这是咱个人的心，放下嘛是放下。今日我所讲就放，就发下咱的灵性，顺着单纯。我甲母娘哇哇哇。亲像小工，即尊神呐、啊，伊的主宰，放射出着天元这条灵性，归咱先天这么清净，无形伊的见元体，是我这条顺家的灵性啊，真理主宰天灵气。落定顺家应无心，传咱有落正觉界，落伫清净这个自在，是灵魂一点理，是咱通转来无流去，定伫咱这条元灵，无啊以后咱复本，还原还本。这是咱的皈依，单纯咱的灵性，行出着这尼啊纯的天灵，无形体、无形相、无形法，只有咱来讲，咱现主时的心流通、流转，这就是咱传法的灵性。对着咱的心，这个流停，真法本意落天灵，转咱顺家应清天，灵源见母顺得来，应天转家现在，是咱要转这个家，还是要转个教？这是一条真清楚。的灵性，对着咱个人的心是自在，伊是会当放射的。这是咱团的灵性，最基呀的清净、清净、清心、清净，天清嘛，原来是清啊。这就是咱规模的灵气，
上界清洁的，这才是咱转入嘛。我即马这条神的本性，拢是念。今仔咱若无念，咱就无法度想到咱原来这个清心的自在。是我做人啊，现主时我照着先天降临啊出庙，是咱一条青天的真意，我悟出着现在心神啊，这是直通的啊，我直接甲母娘决定的啊，这才是现况的现场的啊。修持就是你会当知，会当讲，阁会当接到这条路线，当下咱的轨迹，这是三条路线合作伙啊。这才是直接咱甲母牛相共，这个心放开啊，心内底啊，这个光力啊。照射咱现主时的气场啊！一个人要尽信书啊，爱照书本内底安尼做。你若无照安尼做，干那一直念，空炮弹无效啦，袂实用啦，不如就莫有迄个书，有迄个册。母娘教咱，咱知影，咱会念，搁会背，搁会讲。啊！你无照安尼做，永远不懂。安尼讲，你接触袂自然啊！你接触放袂开，你现主是这个心肝宝贝啊，发啊！是咱这点灵源的灵气，无另外真理啊，只有真在咱家己。修炼啊，就是要咱这个性会自在。打开咱原来迄个本性、迄个主张、迄个主宰的掌控，这就是通灵的天性。一世人咱要行的妙中妙，是咱特殊，是咱做甲上好，但是我嘛要搁进步，这就是咱个人的打算。个人要行的通角，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，要清清楚楚伫这世人，咱这个头壳的脑中心，要归咱的原体原神出家，真理则是灵性，做主啊则是天神，五帝在世。是咱的本领，有咱一条正天理，咱才来悟出现世界。是咱主宰这条灵性，是咱来讲出先天的本性。这是咱行的上天性，嘛是咱来看的正天性，无形。的天界是咱以心正本领，我有一条清澈的天，打开我这条神伊的主意，灵魂是直通咱现主时的气场。今仔咱是用真心来回应，甲母娘要永远做伙。这是咱的心转入啊，在咱的虚空啊，咱这个本性啊有融合，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，直通咱在世人这个心理，恢复到这条灵源灵性，这世人咱有提升，传来真理福天命。果缘转嫁上天灵，恢复正灵
则是天意，扑向原来，则是主持。灵源五头正天理，普上法界无形界，转咱直通现世心，普上先天老母心，显露正法顺利开，道灵见源先天，无形安住是天意，叫醒道家是灵家。是咱主宰这个天性，是咱行佛的咱的本性。灵源灵性是归天理，佛事转来无让去，这是咱行的清天性。阿母啊，来讲到这么啊稳的心，我有愿天这条灵性转入到咱修通。即尊神的光就是神，的力嘛是神。你现主是有这个觉性，你完全拢清楚，即种感觉嘛是神。今日咧讲的是体的神，神的体的光，所有的离袂开着光，神光无边。神光照耀咱每一个所在，这就是咱即马家己看会着家己。你即个原主、原神、原体的应效，拢是显落来的灵气，要甲咱行对着家己。咱所有的敏感，就是即个觉性。咱人讲叫做心经线，是咱要有一条灵魂的灵气，启出着咱个人的心经。咱所有的病会痛，有迄个病源，拢是心经咧痛。喙齿顶骨孔哪会痛？就是你的肉甲你的喙齿其中的心经。四条条，你出去袂落，迄就是心经的力。今日甲母娘嘛同款啊，就用神内底这个经过，这个根本来做主啊。这就是咱上界密切的，这世人要修的，咱的元神，拢是显露咱的灵气啊，拢是神咧主宰啊。安尼，你才有这种经验，你才有这条清净的天界啊！做会咱的现主时，这是咱的念啦。你一念就是一尊佛啦，念念就是现主时，咱的佛的健全，拢是照伊，凡世间拢是照的，照的就是暂时性的。要安慰咱现主是这七魄，因咱七魄是恶的啊，伊是恶的啊。真理的本性，现咱转来是通灵，导咱一条正法心，这是咱显露来的灵气，直通个人这个心定。有咱直通先天性，阿母啊来讲悟出着清净，咱来顺驾即尊神明，这是咱的功耀，耀就是照射会开会强，予咱人会当得到光的温暖，保持着咱念珠时上界舒服的状态。是咱修行要得到心安吉祥，这才是一世人咱的运。你有透，是咱要行的清天理，是咱的运要转的，离开着咱即马高高甜食，因为食的高高甜，我爱逐工甲训练，
逐天甲教育，互伊垃圾变肥料，互伊众生变菩提，这才是咱咧转啦，这才是咱咧化啦，这才是咱咧解啦。要大家相共，合作合同，真理应落现世面，转咱气中合天性，顺着灵家一灵气，转入着温和咱的天。今仔母娘是要咱大家住伫即个人世间，你就会当成神、做神、做佛，这才是母娘伊要教咱的。你当场、当地取材，是咱会当运用伫咱做人这个当中的判断。咱伫是非吉凶，你会当选出着你现主时的精神出现伫在世，你这条情观，这拢是咱悟出着真理。一世人我要开破我个人的心，随着通灵阿母，咱才有完全原形的本意，来代表无形永远的最基。这是通灵的天界，一条清清楚楚的脑袋。今仔我只有用着神的本性，我脑啊会当开心花，就是莲花，就是咱即马种种的花香，这就是转接着咱的灵性百味，是咱原来生出来这个香味好味啊！要来救咱的心，你会当复回原来的忏悔，这才是咱清净的天理呀！一世人开源根本，我爱是这个根源，获着咱即马金刚的体，这才是咱瞬间的灵性，悟出着在世间咱老母伊的心稳稳定定，这是咱开源的灵性，世间爱安定。咱现住时的生活环境过活，人生只有过境而已。今仔日咱有春夏秋冬的景，海底有海底，海面有海面的景，咱边地有边地前山后山的景。今仔春夏秋冬有咱四季的景。今仔咱即粒中国有中国东西南北的景，世界有咱所谓四大洲的景，宇宙啊，这就是咱通灵的脑神，归咱本源本意啊，尽在着咱现主时的思想，思想就是咱的尽忠啊，忠忠正。今仔日，咱一支歌升歌啦，下歌中正正中就是六音喉音的正中正位，伊是柔顺的，伊是音的老母啊，伊是八度。今仔日讲乾歌，伊中就是九五正中。从过去咱一个老祖啊，叫做蒋水元，伊甲改做中正介石，夜景内底上界吉祥的，介就是两只脚夹地，你这物件不要落去。所以讲，这个天地有人伫内底，两片嘛，天地嘛，哎，这个人就是两个啊，就处处两个啊，介条嘞，夹条嘞，这个石头。
永远江山是伊的，永远这个性质伊袂变的，用安尼来建构伊家己，这就是咱人，你要知影这个你，甲咱的座右铭同款。重要的，你的规矩写伫你即马的身躯边，座右铭伫你身躯边，你看话的话，咱今仔日所有的座右铭。就是伫咱的心内底，我已经甲寄入啊，伫这个法的当中，法就是律啦，律你爱照定落来，这个理安尼行，安尼就袂犯法啦。这个法的规定，你超过，你就是犯伊的所有的律条啊啦，是咱这条清楚的天界。母娘啊，伊咧教我，是永远健全、始终的，始就是永永远远，终我都无爱嫌这个、剥落这个，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，人生要行修持，天元开道现世应。转咱其中感定，我爱是天意的灵性，感定灵源，我的清净。导咱顺着母娘意，转过着清净现世，灵源有无定天性？啊，开源转嫁定天性。灵魂归来天意，修灵宏古清天，无形归元天命，赐咱灵家顺行，天地佛祖转灵气，教咱道家心性，天来开元转天理，普上见母先天意。请家落来转本性，无形恢复天定，灵山归祖天意，拍通脑神归元，天来转开定路性，开元转咱无形境，恢复天意归路心，爱咱元天无娘意，照咱通天顺灵性。开源转咱无形境，是咱一条灵天界，是咱转到现在。有咱母娘的灵性，予咱出家清净。一点元天的灵气，咱来做伙是先天。真理出应是天界，落灵转嫁是心在。无形照你是天意，开源转咱顺天，显露是正法性，转咱无形是天界，有咱一条正天命，我来悟出现世性，天元照咱出天理，清灵转咱心如家，真理普上先天元。老母定下来，心顺意，透开在世，咱的灵，上苍有咱一点气，度咱归元清净，先天无上教导灵，传咱灵家顺天正，灵源有无转天理，回咱清家顺天。导咱一条正法性，转咱清家无形境，天理开源正天理，带路母娘顺性，天元本意落灵界，导咱一世正心来，恢复天意则是灵性，拍通单纯则是咱的心。一点正天落法界，始终归元来到庙，
走向先天福寿命，在世开元先天正，是咱一条清净的天，是咱行倒转来顺母啊的神，拢是注定我的灵气。即世我要讲的是对缘，无形的天理只有清净来到位，是咱这条灵魂的灵性，是我这个脑神清清清。无形的法界只有生在咱这条神的自在，这是咱无形的天理发射着咱的本性。神就是神性，就是咱本来光的大，这就是咱归元这个大，自然自在，心家己调伏正。无形界是处咱现主时，受者你现主时的接触，直通咱六界灵性，传着母娘这尊神明。这是咱归元的天理，行出着先天无异，清甲原来咱的道性，一讲先天无娘的性，真理是天元，见咱转落来是心清，真理悟出天法界，其中见无先天。是咱对法这点气，咱再过来行落界心。我有这条正法正天灵，扑向原来先天神。是咱有运这点气，是咱来讲着通灵这尼啊顺势。无形伊的显露，我爱有照着先天的神。这是咱灵元的灵气，一世人咱大母传灵，咱有母娘这点灵性，有这个真脉传伫咱只要要传开。母娘啊，伊是咱的命啊。今仔日我只有照伊念念，带着咱只嘛这个灵脉灵元，转过着我这个心。一团啊，就是我现主时的方向，嘛是我这个心愿，是咱以清界这个天理，是咱证出着老母啊这个真意，这是通灵化作火，世间只有相通通融，这才是咱度化咱的灵性。归着咱的原形、本神、本性，是咱以清净的天界，是咱直通我这个心的所在。我用着正理的灵性，用着心灵这个天意，清净归元入天理，转咱归明上天见。无形转入我这个心内，我才有这个元天的本神。上苍有路，是咱这条灵魂的基性。今仔我只有用天转过着我个人合作伙的心，是咱原来这点气，点醒我这条灵魂，悟出着我本来。这个心的基础，今天我要讲的是开发咱心原来这条心，这是目睭之话，那敢那垃圾嘞？规讲拢是目睭目条条的，规讲拢是满满的，无其他参与吧？咱爱是只嘛这个光。我整个心都弯弯，整出到这个光，让它消耗。因为我要看的，我要爱，是再再精进，再再精进。这是出咱的缘，
这个资本资料，来补充着我现主时的消耗耗损。这就是通灵，这个天理，抓着着先天咱的本性，补咱的后天不足，是咱顺家这个灵性，是咱虚空点醒咱这尊心灵，开源转到应天界，持着先天本性，走出着现主时咱的灵魂。导咱一点正天理，看现见母顺天，灵元灵性为天灵，转过来心合正，天元开了正法界，无形转正咱的自性，拢是先天的原料。阿母啊，爱咱行是正理正法，骗杀咱现主时的心意。咱叫做心花香，这就是咱传法的天理，上界正的，这个真话就是好话。显露正天本露性，开源转咱现世性，灵源显露是天意，道灵见源是无心，青天落下是顺天命，教化落来。专灵真法天意使命大，见咱法界道会开，先天做主是灵气，西王真源是天理，清出先天无形界，定做原始合在，做主天元是天意，母娘教化是道心，一条正天开落来。专灵合家正神，天元主宰的灵气，个个跟随先天理，灵元落家现世界，走向清净无形，是咱度化先天意，是咱传来落清天，无形归落来是天性，开元五家。这是咱的本事，天元开了降天理，道灵归元现天意，无形开元做主，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，是咱恢复通灵的圣意呀。天元归落现世界，行出着真灵本来，奉着母娘这点意。在此度化咱的心，是咱元天本性，是咱起行先天灵。咱有这条正法的灵气，可取先天老母的心性。好啊！
咿耶嘞嘞吼啊，咿耶嘞嘞吼啊，哦咿耶嘞，呜耶嘞，呜耶嘞，呜耶嘞啊，哎那哦啊，咿耶嘞啊，咿耶嘞，哎那哦啊，咿耶嘞啊，哦啊咿耶，哦啊咿耶。Oh, it is.